这个大师上货了，大货，看什么东西？鲤鱼。什么鱼？鲤鱼。哦，鲤鱼，鲤鱼，鲤鱼。两三斤。毛到的。哦，进口。进口。这里过瘾的。差不多就。逃亡小路。哎，有三斤多。两斤了，还往这上嘞。这就过瘾啊！干了，下干了啊！第一条。你莫鬼，你莫鬼。什么鱼？什么鱼？全是毛的。那这边钓鱼冒的几率比较大，全这个鱼。哦，这是不是正口？又是毛到的，厉害，厉害，哎，这鱼挂的这么小啊，跟钓两三斤鱼一样，力气这么大。全是毛的，这是毛鱼比赛现场，不是钓鱼比赛现场。十个人几乎都是带毛鱼啊，毛的像这种鱼，还挺滑的。哦，我修这鱼。哦。快快快！我笑的比蛋比蛋。够的嘞？不知道。你离得够，再穿过来的。线把线烧了，这都手了我了。上兄弟，没点好。你咋还在干啥？哦哟，得到小大鱼了。那我说。那你嘴照顾松掉，我告诉你，真好。呀呀，老师傅先老师傅啊，上过。搁这尾巴了，我怎么那么大力气啊？哦，倒挂金钩，要小心点啊，不然搁这钩手了，疼死我了，我看。先吃饭，兄弟们。嗯，来吧，我的小宝贝儿。哎，这的是这个鱼挂的鱼力太大了，好大力气。这个一定要上了 ，OK， 哇 ，OK， 我们真上来了啊！你看，说上就上啊，挂着背了 ，OK， 那都是毛的，这个鱼钓的真是过瘾。哪有什么飘向啊，浮漂抖一抖就可以提，就能毛一条鱼钓去。来了，搞个正口吧，都是毛的。哇，这个可以啊。来了，呀搁着尾巴了，难怪力气这么大，难怪这么大。这个好有感觉，挂着尾巴了，感觉很大一样。来，上货。好，又挂着尾巴了，我都奇了怪了。我的小大妈。又来了。有个猫这个全是毛的，这边钓鱼我也毛都这种鱼。哎，麻烦。好，又又来了，连杆，不停的连杆。哦，感觉几百斤一样，这么重。
杆子都拉直了。哦。今天过足了瘾啊！过足了瘾了，吃不完了今天的。送粉丝啊！改天有女粉丝想要鱼的啊，来这边找我，见者有份。我们要回去喂牛了。可以哦，今天过足了瘾了。啊，三十斤将军，快点买！看看今天我跟老二两个人的收获啊，三十多斤，妈，粉丝朋友拿到一点。现在都换成翘子那个波扁了，扁一个，没扁一个。也是过足而已啊，这些鱼啊，90%都是毛上来的，没有什么正口。不用嘴巴吃，用屁股吃。啊，王爷今天倒是没钓鱼哈。我今天呢，在收扁鱼，你知道吗？挂玉米。OK， 今天回去应该杠杠的啊，扬眉吐气，再次的扬眉吐气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叔约我来钓鱼啊，他现在已经在钓了。现在今天天气不错，阴天，去看一下，看今天钓到不？拿酒去买一个，看他钓到了没？没有。两条，一条鲫鱼，一条小白条。小伙子，网头网头现在有吗？我在哪讲？我在哪讲？我坐这里，把它弄平一点，给我收一半了。这个小鱼啊，挺壮的。嗯。鲫鱼可以啊，这鲫鱼。这个鲫鱼还有个奶子。嗯。我一只大的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。钓两根，这根钓玉米，看能钓到几。啊，是你的木人的，真的太高了，不舒服，坐石头上面。人一直在坐的过程中，哦，太舒服了。快靠近。啊。怎么了，钓不到？还没沉下去，他就在吃。现在又在下雨。哎呀，你要落眼了，你快点。厉害，嘿，来小弟弟，这一对鸳鸯，水鸭，长的鱼叫不叫海燕？啊，那哪里是叫海燕？这两条味道挺大的。今天钓玉米的没点动静。这我叔叔拉了皮就过来了。啊，马上走。高飞，这白条一条，你看，一条鲫鱼，一条小白条。工作呢？现在在干呢？嗯，钓一条虾。刚才在脚下死了一枚铜钱，看一下，好像是写的是康熙通宝，估计不知道是什么，八千，还有一条红色的鱼啊，咱放它，放掉干嘛？放了，
还包着吃了，饿了现在。做熟的，自己做的。看一下，呀呀，兄弟，哦，这个，哎呦。老叔家的鸡挺大的，我走了。好吧，你好。我出去，给他引进去，给他引进。这条鸡还可以啊。好。一条小鲤鱼。这回家不钓了，家打电话有事，钓了。两三只应该有，有吗？有，有，可能小白条小金鱼，拿回去油炸了。现在回去了，你开始吗？对，开始了，开始。